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好的，来玩这款时光旅行社。好，今天是7月18日啊。这个游戏感觉是狗狗养成的游戏耶，游戏名字还蛮奇怪的。那下载速度还可以啦，我给它载一下下。抢先体验中，所以它不会有评分与留言。那下载次数是5000家，那我来登录一下吧。好，测试时间我们看一下，6月10号到7月25，那还好，还有一个礼拜。好，好像有脸书吧，我看了一下好像有脸书啊，对啊，这边有脸书还有讨论区。这干嘛？测试哦，还要申请哦。请阅读。好，两个伺服器，狗狗吧，有那种二次元的，然后还有真实狗狗的照片。猫咪跟狗狗的题材，猫咪比较多，狗狗比较少，在手游里面。请选择你自己的故乡。就随便选啊。原来是老乡呀。侍卫知己者氪金。强化肉体呀、啊。其实多做俯卧撑就可以了、啊。这个好久没做啦，以前当兵都做100下、啊、睡前。伏地挺身呢、啊。他那个应该是大陆的用词吧，是不是？我都不想哎、欸，这三种我都不想。为什么？因为古代很无聊啊。你们自己想想看，古代什么都没有啊。古代没有动漫，没有小说，没有电动，对不对？然后也没电，然后也没冷气。哦。李逍遥啊，我们来个李逍遥吧。什么都没有的古代，热得要命，谁会想穿越古代啊？你自己想看，你现在把电风扇关掉，你受得了吗？好，进来有人叫哈姆了，不是我。好名字。我觉得他这个画风有点错乱。他的画风没有统一嘛，就一下用真人的这种图片，我不知道是不是 AI 图片啊，因为现在很多那种 AI 图片画得很像真人这样，然后很可爱，一些甜美的美少女这样。嘿，卡了一下。来到新世界，先来修复主楼吧。好，点击建造。金币，滑动或点击可收取金币。OK。收取金币，修复更多。我们最终哈姆一个李逍遥的造型在这啦。先建造一下，你看它这个建筑物也是有点有一些真实真的真的狗狗的照片吧，然后这个建筑物是二次画那种卡通画风，是不是？点击啊，或是滑动。建筑的等级可以加快金币产出，点击这里提升建筑等级。好，为什么音乐这么古典呢、啊？对不对？好像那个。国乐一样，国乐都这种音乐啊！以前我有参加过国乐社，加入的是那个插弦部。插弦部就是有南胡、二胡啊、中胡啊，就是有关于插弦的部分。然后那个，因为呢。他那个大提琴跟他不知道哪一个音色很接近，然后我们都会用大提琴，会有一个专门在拉大提琴，然后就很奇怪，国乐社拿了一个西洋乐器大提琴，大提琴是要摆在脚地上的，然后抱着他在那边拉，然后我们那个拉大提琴那个小女生个子小小的，超娇小啊，搞不好没150，
就觉得你现在来看就是萝莉啊，萝莉，小萝莉，但是你当时不会这么觉得啊，因为当时你跟他同年纪。哎，这个也太久了吧，要450哎，兄弟。我先升级好了啦，不然实在太久了。好好 ，OK， 这样每分钟150啊，每分钟150，这样就比较快了吧？不然实在是太慢了，我也不知道要干嘛，因为很多功能都还没开启啊。那有网友跟我说，我有时候玩的太快，你都没有坚持玩下去。因为游戏它有时候要玩20-30分钟，30-40分钟甚至更久的时间才会把所有功能都开启。这是功耗，应该是游戏的 PID 或 UID 吧。个人设置、背包装扮都还没开。好，可以了。他要干嘛？哦，升到十级哦，不会吧？我的十级不好弄啊！你看十级450啊，又要等。这是这样啦。钻数榜台湾桃园是这我啊，这是我地区啊，和风。反正我们这是台服嘛，我现在每分钟才630而已啊。那我现在比较纳闷的是，我先回来一下，怎么回来啊？点这个啊，我再点一次，滑动这样子。好，十几了。世界研究院可以。就是通常这种游戏一开始不应该不要让玩家卡关。就是可以快速体验一下战斗啊或什么的。目前就点击建造赚钱。啊，我就说他画风很错乱，游戏名称也蛮搞怪的。好，道格邦德应该是我们狗狗吧，我们的手下来了，未来的狗狗来了，别担心。好，这边应该是通关战斗，是不是？拾取金币，这个游戏真的蛮奇怪的，蛮奇怪的游戏。好，战斗，比战力。然后卡牌互撞，使用技能特效这样，胜利。这游戏如果不打广告，应该很难红起来吧？没办法，就是这么现实。手游一定要打广告，我战力不够，应该是输了。我不是输了吗？你怎么还要让我赢？对嘛，我应该是要输的。哦，可以这样滑是不是？哎，不错。芝士小姐姐怎么没有声音啊？升亲和度，亲和度可以提升属性吗？身价，好，没有世界亲和度。赵长龙、夏娜，左眼的夏娜、赵子龙，我知道了，夏娜还要打哦，我这样打得过吗？我战力那么低，还是那个只是随便跳的啊？我赢了，好奇怪哦！我要跳的，还是追猫咪？我觉得我应该要输了吧？3-1、啊，他感觉是在有点恶搞啊，有点搞怪恶搞这样。险胜，我竟然险胜啊！
我什么时候才要输啊？这边有一个王冠嘛，然后这个有一个小兵，意思是说我把王冠干掉我就获胜是不是啊？刚刚好像是这样，小兵不用管。好，我爆炸了。好，继续继续，那我们就收金币啊，然后又有爱心啦、啊，增加我们的不知道什么属性啊，生命值啊。OK， 某个建筑物要升到20级，继续把这个 DNA 啊，这好像 DNA 图示，他又要我去耶，可是我战力还是400多啊。我已经损失了一半的血啦，险胜险胜，千金御法，他设计好的。哇，他们战力8000多是怎样？为什么我战力都不会跳啊？是哪边出了问题啊？哇，14等来了，不过把这个网干掉应该就获胜了吧。果然这游戏看起来就是把那个王冠给干掉就可以了。原初时代，好，这个14等来了，不管他我会不会输啊。爆炸，我输了吗？啊，继续继续，他要我干嘛我就干嘛。啊，没钱了没钱了。我们点一下这个啦，这个狗狗。目前没有升级的东西可以用。我目前没有。那这个是召唤嘛。我们召唤一下 Shana， 增加我们的战力吧。这样我就有两个啦、啊，然后还没有。有罗西古夜路石窟。好，这边将所有金币建筑物升至20级，就这三个要20级啊。那我们来升一下好了。我现在怎么样？14、20，我先这个好了。升级之后它会突破啊，需要突破。我们来做一下主线任务，这游戏就是没那么套路，但是玩法是这样，就是点击建造，然后去战斗。我所谓没那么套路，就是它玩起来比较奇怪一点，这些东西，这些画面感觉很奇怪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升我们这些身价，是不是我的战力啊？不知道，打打看，因为我现在多了一个角色啊，多了一个伙伴。战力还是一样很低耶，奇怪，怎么布阵？没有教我布阵一下，还是我哪边可以弄啊？我好像先死了，奇怪，对，很奇怪。当前任务。我们的我来研究一下下。这有猫咪耶，猫咪也可以捡钱树。我们为什么这个不会上啊？世界之子啊，就是没有一个布阵的东西让我用。我进来看一下，没有布阵啊，点我自己也没有。
好，我们先不管，我们先做任务。好，完成，先不要突破你，先做任务。世界亲和度，这个。哦，我们就是升级之后，它会有一个亲和度。哇，我蛮想去探索的啦，因为15分了，又好去打，这次应该能过了吧？毕竟这个应该是他们设定好的引导。我现在没办法布阵啊，没办法叫小弟出来，因为我们这边有个王冠嘛，可能应该会有小弟啊。我一定能赢的啦，对不对？他先爆了。我继续捡钱。这边有一个这个干嘛的、啊？不知道这个干嘛的，这个爆米花是干嘛的？这爆米花越换越多哎、欸，是我自己点的、欸，好好笑哦。这游戏怎么那么神奇呀、啊？各种恶搞，而且根本不在乎战力，你知道吗？不在乎战力。哦，根本不在乎战力，战力就写假的。你觉得我要输了吧？啊，输了，输了。他刚刚说什么？哇，这边要30级。好啦，我只能先这样了，我只能先这样，因为再玩下去花蛮多时间的、哦。突破一下。好，可以升到40级。我们先升到30级，但是没资源啦、啊。没资源就开始捡钱。那个战斗是一回事，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个主线任务你要做了，因为他到时候一定会有开其他玩法嘛。只是他这个开很慢，超慢。我觉得我应该要那个，这个也要突破一下，先平均升一下。哇，没有这个，哦，这是加速的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咯。那现在哦，超神奇的一个小游戏，目前没看到广告，没看到商城啊，要一直玩才会开，看起来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这样吧。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